给你们看。哇，很壮观哎，捐钱了。蓝色那碗，它那个很美，它就是蓝色，然后它中间一个白色，漂亮。我们进到这里蓝庙的里面，然后它里面有很神圣的一尊佛，然后看它四周围，我现在是坐着。很漂亮啊，图画。这是蓝庙，清迈的蓝庙。这是小妹，也是穿蓝色的。嗯，配合啊，说。说，给你们看。哇，很壮观呢。很舒服，而且那外面有那个龙。龙啊。一个是雕刻，一个是庙的，还有左右的。哦，哇，这样拍出去真的是很美，厉害。还可以捐钱啊。不懂。所以可以解释给我听。OK。嗯。这些圆圆圈都是一个柱。它里面有小的龙，其实。它里面有一个小的龙，看小的龙。大的有吗？大的看不懂。大的看不到，小的有龙了。哦，啊，你看啊，小小子，啊，里面透明珠珠，里面有龙了。啊，你看，哎，真的哦。哇，漂亮。然后你看啊，旁边，哇，超美的。卖，旁边有卖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要买冰淇淋，这个椰子冰淇淋。等一下，在很多人排队，所以我们去看。那其实有卖这样的衣服，漂亮。没有买这个冰淇淋，椰子冰淇淋，然后下面有水的，他在敲那个椰。大大给你们看，一下子就一半了的我。
去拿那个水。悄悄。大钱40。大就来一个。